个星期冲洗至少一次，然后开这个。OK， 到了一个月的时候，冲洗的话是关这个，然后再开这个。冲它干净了之后，这个关，再这个再开。可以做两到三次了，然后再做缓冲机，再关这个再开。知道它干净，就可以把它装回去啊。OK， 就是这样。